喂，我是顾川，你来趟工作室吧。好。来了，坐。怎么突然让我来公司了？其实这几天我一直在等你。等你主动跟我坦白。谈判什么？我一直以来都很信任你，信任你的能力，信任你的人品。我也一直跟自己说，你是我最值得信任的搭档和工作伙伴。但我现在发现，我一点都不了解你。我不明白你想说什么。江小宁没伤害过你吧？你为什么那样对他？我没有。那天晚上他在天台的遭遇，将会是他很长时间的阴影。现在，你又把我的设计给了唐旭。要不是我提前有所准备，你现在不但毁了我，还毁了整个川设计工作室的所有人。你到底为了什么？啊？这几天我本来想着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只要你主动来找我，我一定原谅你。但现在，怎么得不到你？可是江小宁他一切来的都那么容易，为什么？我没有义务回答你这些。司马林，收拾收拾东西，以后再也不要见了。